订了鸭舌，鸭舌还有一些。那你忘了哪一个？应该是我妈妈比较喜欢轻的，轻一点的包包，比如说。Canvas 那你自己有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经典礼物吗？我自己啊，对啊，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收到礼物。为什么？因为他们年纪太小了，没有什么画，就是可以画画画图啊，也可以，还是暗示老公一下。老公不理的、啊、这么绝情、啊、他安排一顿饭就可以了、请我吃饭就可以了，所以不会特别送一些比较可爱的小东西耳环，像你今天很喜欢今天的饰品啊之类的、他不是走这种路线、情人节嘛他才会送啊，母亲节他应该送给自己妈，他不会送你是他小孩的妈要等小孩长大才有自己买自己的母亲节礼物，当然是最好的。单刷他的卡。好啊。我希望可以送到耳环。耳环。叫他买单。对，用他的卡刷。